来看看今天翘翘的伙食，炸的小酥肉，这还有切好的菜，蒜苔炒肉。一会儿我想去接萌萌放学嘛，正好这小酥肉他也爱吃，我就多炸了点，一会儿他过来开饭，行吗？嗯。中午这不他俩都能吃上吗？姐俩吃的一样。萌萌老爱吃你给做的小酥肉了。是啊，我好长时间没吃过了也。翘翘一天中午就两个菜就行了。今天是他上学最后一天带饭，然后呢休息几天之后上课看护我还得给他做，就是我中间能休息几天。萌萌今天是去取作业了，然后就彻底放假了，在家也是休息了一个来星期吧。最近好多朋友都会有一些疑问，你们怎么放寒假这么早呢？说实话啊，我们这个中学放的还算晚点呢，小学其实早就放假了。对，好像是元旦之前就放假了。我们东北这边的假期跟南方不一样，两个月，我们这边是。对，寒假两个月，然后暑假是一个月，四十天。暑假小学是40天，中学我现在目前不知道，可能也是比小学稍微短那么几天，也就30来天吧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你们那边可能是寒假放假放的晚，时长比较短，然后暑假时长比较长，咱们正好相反。就是从小就是我跟我姐一放假吧，就被我爸我妈给扔我姥姥家去了，然后呢就是冬天就是两个月，那时候也嘎嘎冷，就没有那个意识，就认为所有的地方放假都是两个月啊。完了夏天我们就放一个来月。但是呢我们这边有客户看护，你就像俏姐现在上初中了嘛，他们是休息大概一个星期左右，然后上客户看护，老师通知了，3个星期的客户看护，然后过年期间放一段时间假，然后呢开学之前再上一个星期，正式开学了，算不算吧，其实他的假期总共也就10天左右吧。但是我挺开心的，我觉得让他上学去学知识比在家天天待得强，对，是不是？这边的米饭也好了，今天少给装点饭吧。啊，我姐可是亲妈了，昨天给翘翘干一锅饭，应该是焖了一锅，给她装半锅。我使劲使劲压，你看这小份额不大，但使劲使劲压的饭，到学校还跟同学分享点呢。你以为你姑娘跟你一样啊，胃口那么大？告诉我了，直接放在一个小盒里俩菜就行。我一开始寻再给她买一个多层的饭盒，这是以前上小学的时候给她带过一段时间饭买的饭盒，上初中就用上了。少给他盛点饭，两勺就够。我得出发了啊！这一天天火急火燎的，刚来店里打没多长时间包，然后又要走了。帽子借给我呗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晚上他把我帽子跟手套全给拽走了，我就感觉我像一个什么呢？被一个强盗袭击而恐怖。我帽子昨天在脑上戴着，他直接给我薅下去了。你们有吗？你们有帽子吗？不戴。你不戴完，你戴我的。我不戴帽子丢哪儿？你看，不行，我就再给你买两个，或者让他妈再给你织一个。不戴了，就这样吧。咱爸不说了吗？冬天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。知道我为啥捂这么严实吗？好像姐借了一辆车。这样去的快，要不然我往那头走，就坐公交车啥的都不方便，还要打车也进不去，太堵了。只有这玩意儿最合适。早晨萌萌是8:30到学校的，然后10点多放学，对，我想没就抽一个多小时时间来店儿里边打包，你说多敬业，告诉你别来非得来。不行，他怎么就来，本来就咱俩去。哎呦，我发现你这是报仇呢。打鞋走，打鞋走，走。这段掐了别吧。俺们俩绝对随我爹了，多恶劣的天气，恶劣的道路都能上路。这是我们今天打包的快递，求饭来了。昨天办错了一个大事，没给孩子带勺跟筷子，我不知道这中午咋吃的。我这回给带一次性的，咱们订餐给的那个。我小妹刚去接萌萌，干啥去了？啥？萌萌放假了，今天去求通知书。然后咱家翘翘今天考完试也放假了。待会儿回来问问翘翘，具体是放到啥时候？放在8号。是8号，他不就上课后看护吗？那课后看护之后，他过年不还放假吗？课后看护上21天。然后过年放一段时间，临开学再上一个星期，是不是？年后上一星期。那算不算吗？他能休上10天？10多天呢。人家翘子都说了，这都知足了。哎呀，今天菜挺硬啊，带着。小酥肉还有蒜苔炒肉。哎呀，我去。又给加个菜。
姑娘跟同学老分享。嗯，小神兽跟我小妹回来了。尊敬的公主，请进屋。你好，公主放假啦，开不开心？我们开始放假了，26号开学。啊，算上她26号考试，正好休两个月。60天。对。哎，不是，应该是50多天。对，嗯，得扣除今天，还得扣除考试那天。咱就算将近60天。嗯，哎呀妈，太开心了，这孩子。假期生活也比较丰富，安排满满登登的。行，闲着干啥是不是，孩子？嗯。我们竟然没有寒假作业本啊？没有啊？没有啊。但是我看你们那个作业挺多的，黑板写的。啊，就是留那些了，没有寒假作业本。我天，对，我还没发现这个事儿呢。给大姨夫行不行？俏俏也有一个。不是，你知道这个咋的吗？今天早上他不是有一个那个薛老师送他的白的吗？嗯。还有个这个，我说你带哪个？他说带这个吧，我就给他带上了。我说这谁给你买的？妈没给你买，咋有这个呢？他说你忘了，咱粉丝大阿姨给买的。我才想起来线索解锁。对，给他俩一人买一个。真不错呢，拿泡菜呗。吃啥呀？吃啥都行。立鹏，你想吃啥泡菜？我随便，啥都行。啥都行，想给你看啥呢？这选泡菜就好比是选后妃一样。现在翻谁牌子呀？老少皆宜，行吗？行行行，啥都能熟了。给你们带一个三斤黄瓜。洗手去，姑娘。洗手去吧。拿凳子吃饭了啊！简简单单，有一对儿。黄瓜放假了，俏俏明天也放假。小孙孙。小孙孙造饭呢。我就不吃了，怎么的呢？有点吃不进去了。不吃了，拉倒。你爸不说给你看了是吗？呀，姑娘的牙是不是得看看能不能戴着牙套了？上次说那俩牙没长出来，不说半个月之后再去看看吗？嗯，赶紧给戴上吧。他那不着急，没事。嗯，他说是他那个牙得找全的啊。嗯，过完年整就行了，你感觉？问一问。这个就跟那什么似的，西兰花粉似的。我吃怎么有点苦呢？你吃苦吗？没吃啥。你说说，这我嘴的问题。嗯。